由李章智老师全新打造的《易筋经》中国式瑜伽 3D 动画加 AR 多媒体书，透过现代科技来体验老祖宗的养生智慧，是学习养生功的最佳捷径。易筋经共有12个招式，对应人体的12经脉，我们可以用手机或平板扫描书本上各招式影片的 QR code， 欣赏 3D 动画演示的教学影片，轻松学习招式动作，并观察气在经脉的运行。此外，您还可以下载易筋经的 APP， 进入 AR 模式，再用手机或平板镜头对准具有 AR 功能页码的图案，画面上就会浮现 3D 立体经穴人，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经穴人的经脉与穴道。另外，您也可以进入拍照模式，点按位置角度切换键，即可改变经穴人的位置和角度。而在调整角度时，可以用双指开合来改变经穴人的大小。确认后，点按下方的拍照键，即可与经穴人进行拍照或合照。现在就换件宽松的衣服，搭配本书和手机或平板，用现代科技体验易筋经中国式瑜伽，带给您身心灵的乐活与畅快吧。